发现，嫌疑人魏某主要负责外挂的制作和销售，群里面发布了相应销售外挂的相关链接，用于解答游戏玩家在使用外挂时平常产生的一些问题。具备自动打怪、自动刷副本，包括自动 PK 等功能，严重影响了游戏平衡，对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顾某主要负责非法外挂中的一个叫做答题的模块，盛某主要负责游戏外挂的代码编写以及将外挂与游戏的端口进行对接等工作。在审讯的过程中发现，盛某是一名中国大的博士，他目前在一家能源公司工作。盛某交代，写代码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该四名犯罪嫌疑人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已被移送黄陵区检察院侦查起诉。梨视频 APP 等你下载。